全新动画《威龙战士》，人们利用基因复活了恐龙，并把它们当宠物饲养。一天，崔江意外得到龙晶手表。你以后要跟你的恐龙一起打败世界上所有的怪物，并利用强大的力量对抗怪物。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件呢？全新动画《威龙战士》，8月20号早上9:30，某某电视台独家首播。